那天风特别大，天也阴沉的厉害，冷得每一个人心里抽空了一样。杨老师是个老民办，退了休，还在学校摇铃。他死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站在学校的路边，张望着等我们了。以前我总是觉得胡老师对杨老师不好，经常吵架，但是那天他却哭得很伤心。哑巴那天也来了，远远地看着我们，不上前也不离开。那天晚上有人看见胡老师在教室里坐了一夜一动不动的，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听到摇铃，大家都往学校跑。但是我们不知道，为什么摇铃的人却是哑巴。只要摇了铃，胡老师便来给我们上课。杨老师在的时候，每天都是这样。可是今天胡老师站在讲台上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我觉得他心事很重，看着让人难受，可是又不知道为什么。学校铃铛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杨老师给你的？杨老师让你给学校摇铃？杨老师怎么会把铃铛交给你呢？哟，胡老师，您这是要走啊？啊，我回去一趟。那我骑摩托车送送你呗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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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。
啊。你这是干什么去啊？回去一趟。去镇上？啊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办点事儿，办点事儿。哎，办什么事儿啊？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哎，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那我先走了。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你到底干什么？江边的混蛋，你算什么混了？来，我送你回去。我把包给你拿过来。那你先回去，我给学校放两天假，等着你。胡老师走了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，还要不要我们？今天的天气还没有晴开。又晕下去了。哑巴成了全村的敌人，所有人都生他的气，不理他。他从我们身边走过去，我们都瞪着他，不跟他说话，只有他手里的铃铛不停地响。
你要是乱整，就把铃铛还来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你打他一顿，他怕是不再回来了。快进被窝吧，别着凉了。不回去了吧？看事情办得怎么样再说。秦氏将新调来一个乡长，想找一个学历高又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当秘书，教育局老王推荐了。嗯，老王约你过两天去跟那个乡长见个面谈一下，要是行就把你先调过去干上半年再说，等正式定了就可以出航了。好。回去吧，都走了。早点回来。啊，我知道。
哑巴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家老胡不在家，去江政府办事儿了。干什么呀？哑巴，你干什么？你这臊谁的脸呢？起来！起来！喝水。昨儿我家老胡一回来，我一看就懵了，这给埋汰成啥了？我只恨平时捡不出时间来疼他，倒让你给抡了一膀子。起来！老爷们膝盖咋这么脆呢？雅子，平心论，我家老胡对你们村咋样？你们的养老是硬是把他拴在那儿，风雨雪雾的就是五六年，两个月里才他回来摸一次家门。就这样，又换了个啥？我家老胡眼下就要去乡政府上班了，你回去让你们村主任到教委再想办法吧。香莲，买袋洗衣粉。哎，来了。哎，那人还在你家呢。没事儿，我家老胡一朋友。那我先走了，有事招呼一声。上课，你把胡老师给打跑了，你要当老师？啊？出来。
知道为什么打你吗？因为你就是个瓜怂。
铃铛的锤锤你搞丢了。那铃铛跟你一样变哑了。你以后还是到学校养铃吧。娃娃们不能放野了。这几天都成了山里的野耗子了，一个个钻在洞里不见影了。家里大人在外做活路，找钱给你们读书，你们在做哪样？从今天开始都老老实实回来教室里看书。你要帮你看着他们。我们对哑巴的气还没消呢，村主任却让哑巴看着我们就更生气了。大家谁也不看书，都瞪着哑巴，哑巴也瞪着我们。教室里很安静，只有哑巴的那个破闹钟滴滴答答的响。
谢谢你哦。我要回去放羊，我要回家搞柴，我要回家挑水。Thank you.
哑巴满头大汗的回来，显得很累，看我们的眼神也没那么凶巴巴了。可能是知道哑巴怎么都不会让我们离开教室，大家没有再继续跟哑巴作对，教室里又开始安静了下来。哑巴不会像胡老师和杨老师那样带着我们上课，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，神情不像开始那么烦躁了。我做的珠宝，学生没有老师，就像王美的爹妈。来，喝一口。你再看几天。上头不会不管我们的。奶奶的药吃完了，该再买一些了。Thank you.
第二天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来了学校。就像以前杨老师摇铃，胡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一样。因为又有人站在学校的路边等着我们来上学了。胡老师留下了黑板上自习两个字就走了。哑巴就坐在这两个字下面静静地看着我们。也许习惯了哑巴盯着我们的目光，今天谁也没有捣乱。哑巴不像杨老师那样慈祥，也不像胡老师那样严肃，他的眼睛就这样直直的不拐弯的盯着你看。
篇课文我都预习完了，这是我写的作业，你能拿给胡老师批改一下吗？我也写完了，我也写完了。六十里山路，就送三本作业。跟我来。
怎么样？瓦窑的孩子到这儿读书好不好？两年前做过一次全县村小学学校状况普查，有24所村小严重缺乏师资，教学环境粗陋，需要改建或者重修或者撤销，合并到其他小学。瓦窑小学就是指定要被撤销的。杨老师不同意这个结果，为这事儿他跑了十几趟教委，孩子要到镇上上课，就像你今天一样，要走60里山路，而且瓦窑多是留守家庭，孩子又要照顾老人，所以撤销的事儿就暂时搁浅下来。杨老师走了，上头知道；我走，上头也知道。我知道你要问我为什么走，我走就是希望瓦窑小学撤掉。事情有时候总得改变，因变果变，孩子从山里走出来，才更有可能走向外面的世界。我相信杨老师希望瓦窑的孩子更好。我没有辜负他的心愿。哑巴回来了，别怕，哑巴怂得很，他敢闹我揍他。是他教我掰的。重修学校的时候我捐了300块钱，300块钱不能买张桌子吗？你以为你腰里别个铃铛，你就是老师了？才哥，你回来！啊，桌子我飘了，我马上走，我马上走。大妞也搬了学校的桌子，有种你找阿央去。这张桌子是我自家属砍来做的，我拿自家东西，你要搞哪样？你敢动一下试试？是撑了，欠揍！亚三，亚三，
手！你为什么把学校桌子往家里搬？学校都没有了，还要桌子做什么？放屁！你家娃不是每天在那读书吗？切，在家看不一样。我到镇上赶场的时候问过了，胡老师说撤学校早晚的事儿。我不管上了什么时候撤学校，只要一天学校在，学校的东西就不能动。铃声还给你，我在学校路边捡的。我知道你找了他好几天，我是故意不给你的。你明天就用它摇铃吧。我把灵蛇还给了哑巴，铃声又开始变得响亮清脆起来。大家每天都来学校自习，从来没有人迟到，也没有人早退。这段时间里，我们也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。以后不用再送作业了。全乡有三个小学，
撤掉，统一并到城关镇小学，就是上次我带你去的那所学校。25号执行。 香莲，哎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肯定不是好事儿。明天能不能让你表弟的车停一天，我用一下。去瓦窑接人。孩子们第一次出远门。 我想给他们一个好的开始。政府也出了新政策，要支持，争取尽快给学校配校车，以后就好了。表弟的车的线路好，一天下来几百块，我给他就是了。明天我请他吃饭，多敬他几杯。 我们的学校撤销以后，哑巴总是一个人，独自站在那里，望着远方。他手里的铃铛安静地陪着他，一声不响。
来了。走吧。我能摇一下铃铛吗？别停。来到新的学校里上课以后，大家渐渐没有了一开始的不适应。这里的教室宽敞明亮，我们可以不用再挤在一间屋子，而是分别在自己的年级、自己班的教室里。所有的科目不再是一个老师来教，而是分别不同的老师给我们上课。我们也和这里的孩子一样，穿新校服，戴红领巾。小鼻涕原来是最顽皮的，现在他的学习成绩是我们瓦窑的孩子里进步最快的一个，还当上了他们3年5班的学习委员。他经常骄傲地说，他要成为继胡老师之后瓦窑的第二个大学生。我和妹妹明年就上初中了，为了补习落下的功课，周末我们也很少回家。不回家的时候，胡老师便接我和妹妹到他家里。胡老师让我们放心，
说哑巴一直在帮着我们照看奶奶，让我和妹妹安心学习，不要担心。可是哑巴为什么一直不来看我们呢？宋庆龄奶奶啊，她不愿意搬家，她舍不得这两棵大樟树。双合卷的句子在这篇文章中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修辞手法？正确，他采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。这两个句子请大家看清了。好，请看第五题。宋庆龄为什么舍不得？我不知道哑巴来了没有，谁的告诉我，或者曾经来过，也许只是默默的不让我们知道。猫咪不招虫。